我是英子，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夜步舞炫酷之夜的慢动作分解。好，先来第一组，左脚起，两个奔跑，然后压脚，一二压脚，前后侧滑，前后侧，然后踩滑步，右第一个右边踩，然后左踩，好，反方向，一二压脚，前后侧踩踩，好，下面还用左脚起，三个奔跑，下一组，第二组，一二三，内交叉四个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右脚两个奔跑，一二，好，下来是个拧步，来，先开拧步的拍子啊，一二三开，这两拍啊，然后直接蹦回来收就行了，二二三开，然后有个收腿的动作，收。第四组，两个奔跑，然后踢拉，踢拉跳，转个方向，跳向后面跳，右脚向前蹦，然后拉回来，拉回来以后还要用右腿起奔跑，一个奔跑，好，拉跳，好，这个跳没有拉了，直接做个结束造型。这个结束造型看，我觉得很简单，但是我教他们的时候，到最后一步就会出现问题，有的人就这样。这样就不对，你重心不能放在右腿上，重心在中间，两个腿同时出去啊。好，结束。大家看一下背面的。背面的我直接串一遍。一、二，压脚，前、后、侧、踩、踩，反方向。前、后、侧、踩、踩，两三个奔跑的交叉。一、二。三四，两个奔跑，拧步，一二三，开，二二三，开，收腿，两个奔跑，一二一拉跳拉，然后反方向一个奔跑，然后七拉跳，结束，好。